模特来，蹦的来，蹦起来醉的来。全新的健康洗澡概念，让洗澡不再只是抹抹肥皂冲冲肌肤表面，而能够深层清洁彻底冲洗干净，并同时达到水柱冲击拍打刺激按摩 SPA 的水疗级沐浴享受。真正台湾本土制造，世界性专利认证，通过工业技术研究院水量品质的严格测试，荣获经济部水利署省水标章国家级认证。不用担心浪费水费，更不用担心水压不足，这里改变以前传统多孔式连蒙头出水软弱无力洗不干净的问题。模特来连蒙头特殊的无限道强力吸水柱，洗起来强而有力，而专利新型环的加压出水结构可以调整强弱粗细，可以做单点穴道按摩运动，可帮助脚底板、脚趾头、小腿、大腿做刺激按摩。独家的强力吸水柱可任意调整扩散范围，可以做手臂、腰部、小腹、大腿的曲线拍打按摩。阿公阿嬷手脚容易麻麻的，可以做手指腹的末梢神经刺激运动。牙齿爱漂亮的，可以做漱口、冲牙运动。超级舒服的气瀑式负离子水花，可以做脸部的气瀑 SPA， 两边脸颊做气瀑按摩，尤其闭上眼睛可以做眼睛及眼部的气瀑 SPA， 真正达到眼睛部位的按摩，帮助消除疲劳及黑眼圈。洗澡是人身心最放松的时候，在这个最佳时机，利用冷热水交替吸水柱，以画圆圈的方式冲击做下腹部及内侧按摩 SPA， 能让男生恢复活力，让女生肌肤变得水当当哦。妈妈小姐 up up 的胸部 SPA， 由下往上冲击上提 SPA， 配合圆形水柱拍打，帮助紧实健美有弹性。雕塑窈窕曲线的小腹、小腿、蝴蝶袖的 SPA 按摩等等，要强要弱，要粗要细，要绵绵软，要气瀑状，真正是随心所欲，千变万化，太好用了。尤其调整气瀑式水花来洗澡、洗头发，保证小朋友爱洗，小狗狗更是乖乖让你洗，洗完立刻关掉，方便又省水。台湾朗源 Hockey 本土制造，瓦硝酸最改。省水省电省瓦斯，珍惜资源不浪费。洗车浇花洗门窗，一一调整加压水柱及器物。选购莲蓬头，模特来是您唯一的选择。现在我们做莲蓬头的冲力测试，先将两边水龙头打开至相同水量。您看，相同水量，但是却呈现不同的水压与冲力。左边传统式水压表，水压不变，无增压作用，水量分散无力又浪费。而右边加压式莲蓬头，水压立即升高，水柱强而有力。我们拿一块黑板，两边分别倒入一样分量的沐浴乳，现在同时放到莲蓬头下方冲洗。你看，右边立即冲洗干净，表示加压式莲蓬头超强的冲力与洗净力，而左边依旧还是洗不干净，一直在浪费更多的水，所以当然要用右边的模特来加压式莲蓬头，顶够来了。全新第三代模特来半透明晶亮款，加压式莲蓬头 ABS 塑钢一体成型，台湾制造，美观耐用，标准规格适用各型水管接头，也可以带出国使用哦。底部滤网可过滤石灰质，拆洗方便不阻塞。新型增压环可任意调整出水强弱及百变水花。台湾、日本、美国专利认证及 SGS 负离子含量测试，得到2006台北国际发明展金牌奖肯定，更获得经济部省水标章国家级认证，真正省水省钱做环保，同时达到加压百变、健康负离子的顶级花洒喷头。现在更增加了花型增压环及多用途沐浴香精棒，使用时只要将香精棒小红端从末端插入莲蓬头内，将花型环调整至气瀑式水雾状水花沐浴，在充满负离子水汽中同时散发浓浓的天然香氛，犹如雾里看花，花非花，雾非雾，享受惬意的香氛情境。薰衣草香氛安抚舒压，最适合睡前洗澡使用，放松心情一夜好眠。玫瑰香氛激情浪漫，适合情人共浴或夫妻睡前沐浴，增加一夜情趣。而向日葵活力新生清爽，最适合早上或起床后冲澡，是一天活力的泉源，在洗澡同时达到舒压、放松、SPA 等舒服享受，体验前所未有的沐浴乐趣。咱较早用这种传统式的，所以我现在给它打开，完全直接拉起来。这吼、哦，咱这角度等下拢卖变哈，也就这样哦，滴滴滴，洗身躯你也看，这种传统式哦，空侪空大空的，这无力能力，洗身躯这泡了完全无力啦。所以吼、哦，洗身躯这无力，你也注意看咱这个镜头，它一成一直线哦，我们现场完全都没有动它，你注意看。现在我在换这个，人家现在很喜欢用的，像这愈大空，阿乖讲愈无力，你注意看。
哦，恁厝唔当阁买这样啦，这个叫浪费水的连门头。所以这辛苦你要做，一样一直线给它打开，这水一样完全一样，水拢无变。啊，你啊洗了这块用可怜了。妈妈，在家里面买这真正鸡毛太钱的啦，你注意看，咱叫它竞标。现在直接换上咱这个模特来加压式的连门头，瞬间会洗起来强好有力，洗了爽快。哦，轻轻松松，你安尼甲转落就好啊，有无？注意啊，看，大厝你使用的较简单。水咱即摆甲开落，你有看卖无？强力的水柱一端出来，吼、哦，下下劲，互你赶快来做调整。强力的细水柱，你甲看，这种直线哦。洗身躯你也看，咱这直直拢无变动。同样的水压，咱用咱模特的连门头，甲你用传统式的，像这种五型的多孔式的这种的，伊的水压就是特别强，洗起来特别有力，特别清水，无爱用你啊电表，非常的方便。本来我觉得说可能省水的效果有限，但是实际我们现在用了之后，它的效果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它的省水的这个经济的成本呢，节省了一半以上。我最喜欢也最常使用就是气瀑式水流。气瀑式水流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水丝很细，我使用过就的头发跟皮肤都变好了呢。像我工作一天下来啊，尤其是脖子跟颈部这边啊，就是容易肌肉酸痛。对啊，我都是利用洗澡的时候做 SPA 的按摩，很舒服，真的很舒服，睡觉都一觉到天明。我时常遇到饭店啊，它的连蓬头总是脏脏的、旧旧的，出水又不强，很尴尬，我都不敢洗，因为真的很脏。所以啊，我现在都会随身携带模特的连蓬头，它很干净又很卫生，水压又强，我现在不管到哪里，我都可以做 SPA 哦。